如果我们从地面往上跳，看到的风景都是什么样的？0.6米，高耸入地的近山高度；1.7米，我国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。你身边有人拖后腿了吗？2.5米，山东大葱的最高纪录；11.56米，浅池跳水的最高纪录。作为只有30厘米深的水池，这可比蹦极刺激多了。35米，最高恐龙化石阿根廷泰坦巨龙的高度；50米，空中餐厅吃饭都要系安全带的地方；53米。光之巨人迪迦奥特曼的身高；116米，海伯龙神树的高度，这也是目前已知树木生长的最高处；484米，最高跳楼机的高度。该机器从484米开始下落，但只在30米范围内上下滑动；632米，国内最高建筑上海中心大厦的高度；828米，世界最高建筑迪拜哈利法塔的高度；3600米，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的高度；5072米，青藏铁路的最高处；8848米，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；10000米，普通客机的飞行高度；11000米，大气对流层上界；11300米，印第安老斑鸠的撞击高度，这也是目前发现鸟类飞行的最高纪录；41419米，人类跳伞记录的高度；50000米，大气平流层上界；75000米，闪电精灵的出没高度。由于总是一闪即逝，所以经常被误认为是 UFO。80000米，大气中气层上界，以及夜光云和流星的出没高度；100000米，卡门线的高度；408000米，国际空间站的高度；2100万米，中国北斗正在为您服务。那么，有谁知道怎样才能跳上天吗？